你比这个地方更安全，是吗？什么？嗯，目标是被人误认为情侣吗？你少做梦了。还好吗？不太好。如果你有危险，我可以数一二三，抓着你逃跑啊！我怕你会走掉。我是喜欢上你了吗？韩流大师偶像剧作《继承者们》，卫视中文台。